好的，我们接着来做一下这个第三幕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假如他不再梦到你，玛丽安的故事。然后按这个任务指引，往这个小花园进去。那下面的话，我们跟随这个玛丽安。到了这边要我们喂食啊，咱们来到这边点击一下。而这样的话，我们水仙的庵这个整个任务的话就全部到了这边。然后的话，下面的话这边有一个华丽的宝箱哦，你可以拿一下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，然后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后续啊，到时候我们过两期会讲的。好，我们下期见。